以下纪录片部分镜头会引起不安，敬请留意。伊朗巴姆市大地震伤亡惨重，死亡人数多达30,000，房屋尽毁，居民流离失所。2000年历史的巴姆古城彻底崩塌，要重建会是漫漫长路。巴姆市本来有近100,000人口，这个位处沙漠的城市是伊朗南部重镇，同时亦是当年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但是一场地震几乎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在上个月26日当地时间清晨5:多，很多人还未起身，更加来不及逃生。我手表停响朝头早5:30，啱啱是地震发生的时间。我同平时一样起身骑完土准备去洗面啦，突然一声爆炸声就开始地震了，就好像打大风那样，有个风暴在正间屋入面那样，我想走都走不到啊，不用几秒钟整间屋就冧了。到我醒翻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埋在瓦砾下面了。这里一带的房屋自古以来大部分都是由泥砖砌成，经不起强烈地震。更不幸的是，泥砖塌下变成大幅沙泥，没有罅隙给活埋的人透气，等救援队伍可以争取时间救人，结果造成死亡人数大增。我叫阿李，后面是我屋企。地震冧咗啦！地震嗰阵时，我哋喺屋企入边瞓紧觉。我而家住喺帐幕度。地震嗰阵，我屋企啲白鸽会好惊，吓到喺个笼度乱咁飞啊！我好中意以前个屋企噶，但系冧咗啦。我爸爸妈妈都好好彩，佢哋冇事。不过我阿叔，仲有我阿爷啦，仲有好多其他嘅亲戚，同埋我啲表弟，佢哋都死晒咯。阿嫂都死咗喎，佢系我表弟嚟噶，佢好细个噶啫。地震过后，铿锵集记者路上所见，居民情绪仍然未能平复。部分逃过大难的居民全靠间屋比较坚固，一家人才可以执返条命。左右隔离是得我这一家死人最少，我全家人都在这里睡觉，好在间屋有这条铁的横梁顶住，他们才可以无事。旁边这一家就全家都死了。整个巴姆市已经没有一间房屋是完整，地震来得突然，好多居民未及逃生，经已遇难，到处留低房屋残骸，就算侥幸生还，都担心随时有余震发生。我哋一家人居然冇事，都系多得真主保佑。不过我哋有十几个亲戚死咗啊！睇下我哋间屋啊，呢度仲有成条裂缝，部分冧咗落嚟啊！
系啊，冧晒落嚟啊！大地震之后，呢间屋喺附近一带嚟讲，可以话保存得最好。喺大地震之前，当晚已经发生过几次细规模嘅地震，但系巴姆市以前从来冇地震记录，所以大家都冇认真咁戒备。之前嗰晚十点几就已经有好细规模嘅地震，我哋都冇理到。到朝早四点零咧，又再震一次，我哋仲瞓紧觉。到五点几嗰次大地震就嚟啦，首先好似爆炸咁，好大声。之后成间屋都系咁摇，啲门咧都变晒形，想走出间屋都走唔到，都停咗。我哋走出嚟一睇，先知道成个城市都震到烂晒。如果唔系间屋咁扎实冇冧到，我哋一定会冇命嘅。间屋系我哋亲戚起嘅，地基打得好，系用三合土嚟起嘅。间屋同屋主成家人虽然逃过一劫，但系佢哋都唔敢搬翻入屋度住。情愿喺路边度挨冻，可以嘅话，我哋梗系想重建翻自己间屋啦。我哋只系收到个帐篷同埋啲毛毡啊，咁你知啦，夜晚咁冻啊，啲细路仔真系好难挨噶嘛。这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发生之后，一直和西方国家关系冷淡的伊朗政府亦随即向外界寻求援助，很多国家都立即派出救援队伍赶赴现场抢救被埋的人，但是灾场面积广阔，死伤人数众多，救出生还者的机会很渺茫。至于由各国迅速运过来的物资，就陆续送到生还者的手上。我哋一家已经连续几晚冇灯冇火噶啦，好彩啱啱派咗盏灯俾我。喺巴姆市，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亲人俾呢次大地震夺去性命。呢、这个老人家就白头人送黑头人，女儿同几个孙仔都喺地震中丧生。我个仔喺沙泥下边埋咗八个钟，佢不停咁嗌救命。等啲人救佢出嚟，佢成个人都吓到癫咗咁。我成个家族嘅亲戚，家家埋埋死咗成二百几人噶啦。我个老伴、几个女，仲有五个孙仔都死埋。我揾到佢哋嘅尸体，但系我都唔知佢哋葬咗喺边度啦。我成家人都好虔诚，我成日都祈祷，又读可兰经，点解有啲咁嘅事发生喺我屋企身上嘅呢？死亡数字不断增加，挖掘出嚟嘅居民大多已经遇难。当局为咗确保卫生环境唔好再恶化，唯有将尸体集体埋葬。整个巴姆市都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幸存的人要在伤痛之中瓦砾里面执拾自己的财物。我哋要揾翻啲文件出嚟。政府惊有人抢嘢，要出示文件先可以证明边啲财物系你嘅。我埋喺泥下边成十二个钟，先至俾人救出嚟。个膊头受咗伤，我执翻条命真系感激真主。你睇我只脚都受咗伤。从前的家已经变成废墟，剩下的只得几件有用的杂物和对家人的思念。
我细佬成家都死晒，呢件系 B B 嘅玩具，佢只系得三岁嘅咋。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哋唔可以招呼下你哋。我哋呢度嘅人向来都好好客嘅，如果唔系我哋无家可归，我哋应该会好好咁接待你哋。地震之后，沿住巴姆市中心街道两旁都搭建住一个个临时帐篷。一月系当地嘅严冬，晚间气温降至零下，居民要喺呢个艰苦嘅环境下挣扎求存，冇人知道几时至可以重建家园。大地震后的伊朗南部古城巴姆市，丧生的人被草草埋葬，侥幸生还的就要面对漫长而艰巨的重建工作。我乜嘢都找不到啊，所有嘢都压烂晒，我仲要底下有乜嘢可以用得翻啊，杯杯碟碟都好啦。天灾过后，好多不法分子趁火打劫，这个老伯的财物就被人偷走了。地震发生之后呢，我屋企本来仲有啲用得返嘅家私杂物嘅。我又唔知道放喺边度先至安全喎。我行开一阵啫，返嚟就咩都唔见晒啦。有唔少居民觉得巴姆市并唔安全，纷纷执拾细软离开巴姆，搬去邻近嘅城镇暂住。住在这里一点都不安全，房屋全部冧晒，我们在这里等着政府给证明我们，然后才给我们出城，费事有人将人家的财物拿走。要令到居民安心，当局急于展开重建工作，去解决仍然留在这里的居民生活所需。好似呢间赶建紧嘅大型临时医院，将会有1000张病床去舒缓医疗方面嘅庞大需求。不过呢啲由外国救援队伍搭建嘅临时医院，只能够提供简单嘅医疗服务，大部分重伤嘅居民救出之后已经转送去邻近地区的医院，但是仍然很多伤者要留在这里等候救治。在众多外国来的救援队伍之中，要数美国的这支救援队最瞩目。美伊断绝外交关系25年，今次美国是首次派出一支为数达80人的医疗队去巴姆，当中大部分是医生和护士。不过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医疗队伍不同，美国医疗队设的临时医院有荷枪实弹的伊朗士兵把守。即是古代的波斯，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经叱咤一时。1979年，伊斯兰政权推翻了由美国支持的君主政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班激进的伊朗学生仲冲入美国驻伊朗使馆，
挟持52个人质达444日，两国从此断绝外交关系。之后美国向伊朗实施种种制裁，布殊总统仲在前年公开指伊朗同伊拉克、北韩都是危害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这次大地震为两个敌对国带来破冰机会，美国除了派来救援队伍和物资表示友好，仲暂时消除部分对伊朗的禁运，另一方面又向伊朗软硬兼施，声言如果伊朗想要同美国改善双方的关系，伊朗必须交出恐怖组织阿盖达的成员，同时放弃发展核武和化武，以及进行民主改革。不过伊朗就指责美国在中东地区一直奉行扩张主义，打压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又袒护以色列，所以美国在今次大地震之后的种种举动都令人怀疑他背后的动机。伊朗政府摆出一副不急于同美国展开外交对话的姿态，要美国首先就他对伊朗国民所犯下的错误道歉，还指美国在这个时候将人道救援工作和政治挂钩，展开地震外交，这个做法并不恰当。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伊朗人权分子艾巴迪律师接受铿锵集记者访问时，亦呼吁美国放弃敌视伊朗的外交政策。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这次大地震里面施以援手，我们国家一定欢迎的。事实上国与国之间亦都不应该永远处于敌对的关系，重要的是双边的政治外交关系不应该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我们会很欢迎美国肯放弃敌视伊朗的政策的。巴姆大地震之所以震惊国际，除了是因为死亡人数众多之外，同样受人注视的是这里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巴姆古堡竟然在这次大地震之中被完全摧毁。相传这座巴姆古堡建于公元前250年，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2000多年来不断地扩建复修，成为世界最大的土块城堡，占地 2.5 平方公里，位处山顶，红视整个巴姆市。古堡因为保存良好，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为当地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2000多年来，居民靠城堡多次成功抵御外族的入侵，但是土墙最终都挡不住地震一役。我以前都来过了，估不到现在变成这样。巴姆古堡被视为伊朗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地震过后很多人冒住余震的危险都要来到这个古迹凭吊。我们不是巴姆市的居民，我们住在附近的城市。艾巴沙在附近的大学度任职，古堡未冧之前他经常带学生来参观。以前每个月我都带学生来介绍这里的历史，现在变成这样。是啊，全部都冧晒咁滞啦，啲学生再看不到古堡以前是几靓。面对一片颓垣败瓦，艾巴沙同班学生都显得很无奈，但是就一样很热心地介绍城堡昔日的壮观面貌。城堡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城楼和那个军营，就在那边。这里就是军营的入口。
见你。我喺军营嘅一边细细声讲嘢，另一边都会听到，真系好神奇嘅。将来我哋一定会用泥砖重建古堡，要保留翻佢嘅原貌。呢度曾经系波斯古文明嘅骄傲，而家百废待举。伊朗政府誓言要重建古堡，但系要将古迹复修，重展昔日光辉，谈何容易？古堡冧咗，我哋真系好伤心啊！呢度有伊朗2500年嘅历史，政府就算重建，我谂巴姆古堡都唔会再好似以前一样噶啦。巴姆古堡唔会再一样，但系我哋会永远记住佢。我喺大学读建筑嘅，我希望可以帮手重建古城，真主会帮助我哋嘅。